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、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、空气方向盘、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、Goggles、您清洁爱车的好帮手。耶、yeah, ，你看我的车又出现了，这个不是要造意安怎？这个听讲拿镀膜，哇、哦，我就是高分量，我车要来去啊，要搞我前车镀膜，我都没事嘞，镀膜就帮他量啊，我嘛没亏啊，结果莫名其妙车子会多出一些战损的涂装的。怎样？哎呦！怎么好像、啊、这个不是我干的，这不是你干的，对，这不是我干的。哇，那这个呢？这应该是原本就哎干嘛不吸嘞？外观内膜嘞，原本就这里。对啊，我记得你原本就这里啊。那、啊、你不是说你要去考，其实也没有考，来不及了，没时间弄嘛。好了，上车好热、喔，今天好热、喔嗯、哦。我很期待我要冲了。哦，我的机会凉哦、喔。耶、yeah, 哦，千里迢迢，我们还走错交流道，太赞！走错交流道，拆一种用品，什么用品？医疗用品。啊，白花油，为什么？这几年啊，较大年啊，他们是白花油。白花油，好，来这里，昌盛国际，这个就是之前有配合过的水母蜡，好，刚好要分享这个镀膜，想到镀膜，我的车可以上吗？他说，哎、欸，刚好可以过来，他可以帮用我的车，啊，我的车也可以镀膜，多好啊！一次镀膜要多少钱？随便万把块，两三万、三四万都有人在开。如果自己会 DIY 的话，欸、可以省下蛮多钱的。刚好这个机会，到时候我再稍微学习一下。那我们请那个史蒂芬来讲解一下哈，他是专业的了，我这个是门外汉。嗨，我史蒂芬，我们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柯P帮他的车子做镀膜。如果像我的车算比较久，对不对？对，像我车。太阳纹一定都比较多，对，所以就是会随着车的新旧有差吗？抛光啊，这是说什么之类的，这样主要是看你用车的习惯跟停放的环境，然后看你是进口漆还是国产漆。进口会比较硬一点，像日系车就是最软，国产车里面又有分最软硬一点跟软一点。那像这台我们会把它归类成硬漆，对，是硬的，对的。哎、欸，可是这样讲好了，如果下车好了，我是进口车，可是如果我再考过漆，这样算是进口漆吗？这样就不算了，这样不算了。对，我要问清楚一点了。那我们配置的话，就是依个人的经验，会有搭配不同的棉盘跟抛光剂的选择。那基本的太阳纹，我们都会用中等的海绵，然后配上较细的抛剂，先做初步的判断。可是一般的客人他怎么去判断？一般的客人基本上太阳纹都不会有什么大问题。那如果比较深的纹路、哦，那就要一步一步去试。你可能就先从最细的海绵，然后配细的抛剂，再往下做。你先做一小块，你假如觉得这一块伤痕起不来，你就再把配置加重。可是一般会镀膜，应该是车都蛮新的，应该比较不会像我这种那么老的车。可是这么老的车，可能在做，可能自己要衡量一下嘛。如果整台车的状况很差，可能真的要有一些功夫，才有办法把车子做得漂亮。假设今天是、哦、今年的车，去年的车应该就没有这个问题，有可能是洗太阳纹而已。那就比较简单，对，因为有些会比较老的车，比如说已经像我的车已经快二十年了，它也是需要镀膜。前车烤漆完就没有这个问题了。如果比较斑驳的漆，可能就是要自己要注意一下。那有的人镀膜也不一定说我一定要除到完全没有纹路，有的人就是说整台车大致上看不到纹就好，因为一般使用的状况不会拿像我们这种汽车美容的聚光灯去照，所以你基本上你平常使用的环境都看不到。有些人不 care， 直接涂上去镀膜也可以。我了解这个意思，有些人就喜欢冲下去有水珠在跑掉了，啊，里面的细痕没有除得很掉也是都没有问题。有些人是这样，不一定要除到最极致，因为除到百分之百，你车子一开出去或者你洗几次车又跑出来，所以看个人的需求。啊，这两个看起来工具是一样，可是为什么这个有限啊，这个是无限的？这个是近几年为 DIY 做设计的。它是不用插线，可以自己简单的除纹，或者是除油膜、打清洁蜡，也就是多功能的一台机器，但是不适合打蜡，因为它有点重量。可是这个有个好处哎，携带很方便。对啊，然后它是真正的抛光机，不像有的人会说，哎、欸，打蜡机兼抛光的功能，但是这台是重压，重压它不会停。哦，这是真正的抛光机。那这边就是洗车的用品嘛，哈，这個、我大概就知道了啦。就是一些药水，然后找我哇，我就这样，你压嘛，我这样可以啊嘞。对，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了，什么刷子都很多了，对吧？像我以前骑车有没有，那水桶要放整圈的，好，不然有没有用放整圈就觉得很厉害，有没有？哦，电梯铁拽，我那个铁拽到杠壁嘛，
科比，请问你的车平常是有习惯多久打蜡一次吗？或者是说你的车停在室外还是室内？我车哈就是停在室内，停在室外就是在修理当中。为什么那么脏？因为前几天开去修理厂就放在外面，所以都算是室内车，全室内车就对了。对，啊，那多久打一次蜡？我好像好久没打蜡了，我都洗车而已啊。了解了，看一下你的车漆状况，像钢琴烤漆这边有太阳纹都是正常的，因为钢琴烤漆非常脆弱。白色的地方比较不容易看到，所以灯要拿比较近才会看到，会有些许的细痕，但是看起来没什么太阳纹，都是小细纹，所以你的车看起来是比较少打蜡。这样讲好了，打蜡跟镀膜到底哪一个比较好，还是说有什么优缺点？镀膜它是一个结晶层，你就把它想象成有一层压颗粒，它是真的会硬化在你车漆上面。优点就是高持久、好洗车、增亮。那打蜡的话就是立即见效，蜡都是属于油性的，所以它涂上就会觉得非常油亮，有些人会喜欢这种感觉。优点就是亮、遮纹，那缺点就是时效短。但是镀膜比较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要常洗车，镀膜并不是万能的，当你日晒雨淋，它的脏东西浮在上面，然后你没有去整理，镀膜上的水痕会清不掉，变成说你要打掉重练，所以镀膜还是要固定的洗车，只是它洗车会变得非常轻松，非常好。啊，有些人会问说，那镀膜完我可不可以再打蜡？那我是不建议，因为打蜡是物理的方式，你海绵在上面转，它都是在摩擦，对对，所以多多少少会有疑虑在。那我会建议用水性的维护剂，就是喷上去，然后抹布回一下那种，会对你的镀膜比较好。铁板烧，你要吃什么？刚刚讲那么多，我也听不太懂。结果人家是直接搬出来这个，你看实际操作，师傅打一块，我打一块，我可能就青菜怕拍的吧？怕别人家睡，旁边当骨头龙没阿爽。这样讲有没有？输了就没差了，配路要想好了。今天就一人一个嘛，哈。对，就是我们这块引擎盖铺满了太阳纹，然后我们贴两块正方形，就是请我们小胖跟红科皮一人操作一块，这样大家应该比较了解我们前面到底在讲什么。来，师傅先。我在旁边偷偷学，我要注意看他会不会拿不一样不同罐给我。对啊，我要看好。那我们这个动作是把剩余的抛光剂做一个清除的动作，那我们用酒精才能真正的把抛光剂给移除掉。好，这是刚清除过的，哦，好很多了，好坏啊，我想我先把红的人还没压力啊，就是搭配我们的红棉稍微粗一点的海绵，对，配细的抛光剂。如果粗的海绵搭配粗的抛光剂，可能会造成二伤，就是你配置过度。对，所以我们搭配的话，一般都是保守的开始，然后慢慢的加重。细的海绵配细的抛光剂，就是做最后一道的收尾。哦，科比讲的。哇，我买了啊。你怕啦，我怕啦，搞不好要不要出事耶？跑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好的嘞，好吗？先认看一下。它的这个使用上是也蛮简单的，压越重就是越坏，跟打蜡一样，可是你不能停顿太久，也行修。在不？哇，科皮真的是有练过的，不好笑了。结果还跳了，耶、yeah. ！这书很重也还好了，如果是女生觉得可能就比较吃力，男生来讲应该都可以。Ultra Dash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、空气方向盘，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。Goddos， 零清洁爱车的好帮手。都不错。都不错啦，对，放太灵了，我们都是你的粉丝哎，我的粉丝故意让我的，来他多少这个，红棉剂，好朋友，抛光剂，他刚，哎呀，为什么这边是光头？光头看了怎样？他粗啊？问一下这个
降低这个电子加的成本。全速转大约半小时，它不可能说半小时都是 hold 在巅峰，因为它巅峰是5000转嘛，你可能用10分钟它会下来一点，20分钟再下来一点，因为它毕竟还是吃锂电池，所以建议如果想要全车做美容的话，买2颗是最适合的。可是你不可能全速在吹的啦，就刚刚我们就会调慢一点，这个有好处啊。今天去外面骑车的就可以自己带这个啊，这个效能应该会比较好，电还是比较稳定，还会更久。可是重点来了，摸电拿茶哦，对，这个是很方便的，带的就可以出门了，上山下海都可以。没事就打蜡啊。今天我就把我的爱车留在这边了，下次来就不灵不灵了。你看我故意没有骑车，我用金梁骨了，这样它会反差比较大。对哦，是懒得骑啊，反多岁。没有，其实这样也比较明显啊，用完就知道了。好，其实我的车应该算不错了。我都停在停车场哎。你要算半路天。可是我已经不到雨啊。Ultra Dash Z3，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空气方向盘，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。Goggles， 您清洁爱车的好帮手。耶。好了，车子弄好了，快上六环了。规台车无共啊，反正来是乌的，我拢无洗，即嘛人拢干得用好啊。我看看人家包括连坑啊，这个就进去了。真的。对啊、欸，尤其这个最有感了、啊，因为原本我都有箱子，你知道洗不太到。啊、对，现在、嗯。对啊，啊现在都。很亮。金光闪闪。这样看得到吗？你看我的手这个。是什么不知道？你看我的手了，就可以往反应过来的，有没有？啊。有啊，漂亮哦。人家玻璃都帮我弄了，其实这个对吧？对啊，这个有弄，这个我都用洗而已，我都每次都是洗一洗而已。它原来是消光的吧？刚才喜欢那模糊啊那样，啊我都洗一洗而已啊。你看我没记得我这上面写啊，我以为是黑的，我都忘记了。啊，因为洗完了一刹车又脏了。好了，我等一下问一下老板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在那边。我们要见面了，见面了。如果是自己，如果要镀膜，会遇到什么困难还是什么？这样，如果第一次你们想自己镀膜的话，主要我们先讲抛光好了，就是所谓的前置作业。当然，你漆面很漂亮的话，你可以不用抛。那如果你需要抛光的话，就要看你抛光讲求到什么程度。那如果你讲求漆面的完整度越高，那当然就是会。越有难度，但是我们机器的配置，我们的棉盘跟抛机，我们都有测试过，基本上新手都可以很轻易的使用我们的配置，达到80%以上漆面恢复的程度。像科P上一次抛那块引擎盖，他也是第一次拿我们的机器，所以我们的配置基本上可以帮大家省去很多时间，或者是如果想要。了解怎么抛光，可以参考我们的抛光教学。对，其实注意哈、哦，打蜡、啊、不管上什么，就是这个高低差。万一不小心这边亮了，这边已经见底了，见底了。这是以那个经验呐、啊。其实我们的机器基本上不会有烧漆的风险，因为我们这个机器还是属于 DIY 下去设计的。那就更简单了，除非你真的很无聊，一个地方停留5分钟，但是应该没有人会这样做。对，那接下来讲涂镀膜的部分，其实跟打蜡一样，就是我们都是涂一层东西上去，差别是在打蜡它比较没有时间的限制，镀膜可能是10到20分钟之内就要下掉。但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是你已经打蜡打好几年的洗车 DIY 玩家，其实镀膜对你来讲不算难。但如果你今天完全没打过蜡，建议还是先从打蜡开始。如果镀膜镀上去那个液啊，如果万一没有擦干净怎么办？这一块是涂镀膜要特别注意，就是要很细心，每一块都要确实的擦到光亮。那如果没有擦干净的话，我们家的镀膜液只能用抛光机抛除，因为我们家的镀膜液是抗酸碱型的，而且是长效型的。那如果是一般型的，有些可以用酸碱的药剂、或者是用溶剂洗掉，但那种就是比较不耐久，那就干脆打蜡就好了。对，所以镀膜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存在，但是就是注意细心再细心，可能全车要绕个3-5圈，确实拿手电筒看一下，还有没有地方没有擦干净。对啊，不然那个镀膜液干掉很麻烦。刚刚我有稍问题，就是现在的像进口车很容易这个镀落都会有这种像水垢这样，对不对？这个有没有办法比较怎么去除啊，还是怎样会比较好？这个建议如果很 care 的话，新车一来就直接包起来，因为这是所有进口车目前都会遇到的问题，或者是有一点点水痕，你就要马上去除。但是你没有包，多少都会有一点存在。所以我的已经病入膏肓了，已经没办法了。反而是国产车都不会，进口车很容易这样。
耶、yeah, ，今天完成了哈，感谢史蒂芬帮我车弄得这么漂亮。我知道一定很多人会喜欢 DIY， 对不对？像我自己也会喜欢 DIY。好，如果你要买产品啊，好，史蒂芬这边他们有一个平台可以提供，请大家稍微讲一下。如果对我们家产品有兴趣，我们家有官网跟虾皮，还有 Momo PC 购物中心。然后如果是看柯P来的粉丝，我们都会提供专属的折扣码，在下方可以参考一下。柯P多好用啊！好，记得如果喜欢的话哈，就赶快去买起来。好，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。那也记得订阅我们家的 YouTube 频道，我们家 YouTube 频道有各种洗车的疑难杂症教学。哦，这个也不错哦，哈，人家有专门的教学可以看一下。今天分享到这边了，耶、yeah, yeah, ！我们要去国外加剃头啊，耶、yeah, ！拜拜。哦，台山询问你的货到了，台山你的餐点。你的餐点到了，我真的到了，好可怕！它这个还有保温的效果哦，保温对。你不管，我管你。我看到，我靠腰了。